喜来人生喽，喜瓜到顶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到顶的时间准时甲张磊到顶来看戏。精彩的李露红云继续为观众朋友连上来。昨个故事，咱看到王辉啊故意邀请雷将军来饮酒，想要趁这个机会玩弄雷将军对家己无礼。但无想到乾隆听了，反倒转来质问这个王辉，是不是甲雷将军有私情？因为当初酒宴顶面大臣的话，乾隆嘛听到了，伊就问这个王辉，为什么王子甲雷将军生得遐尔相像？王辉一急，只好将王子的真实身世讲予乾隆听。乾隆听了非常的无奈，最后为了家己的面子甲地位，乾隆只好当作唔答应这回事。后来乾隆将雷将军放走，并讲若无放太这个回贼，就唔通阁倒来。雷将军只好四处追杀这个回贼，但没想到那个回贼反倒转救了他的性命。雷将军才发现事情不对。16年后，乾隆带这个大汉的两个王子去打拉，结果遇到雷桂兰。这个雷桂兰武艺非常的了得，乾隆看到以后感觉伊甲王后生得非常的相像，就怀疑伊可能是王后当年生下来的那个查某囡仔，全决定啊去查一个明白。究竟事情的真相是不是这样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们继续来看戏。小姑娘哇，哈，领导在什么所在呀？就在对面高雄桥诶。哎呀，小姑娘哇，我此时后打水挂，能不能到领导讨一杯茶饮呢？会啊，你若是无去啊，就随我来。哦，太好太好了。哎，人我嘴嘛真大，阮兜真矮啊。坐袂落，遐尼济人啊！不要紧，人我硬徛嘛。孩子，你是在做小胆，不得乱行乱走，有听见无？好啦，老伯，随我来。小姑娘，请。老伯，请。但问问起你。休要乱讲！这分秒必争，凡事拢爱心，无妻无子，要皇手去接驾。王爹啊，出来！王爹，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王爹啊！
回来啦。阿母啊，外面啊有酒有老伯，讲来讨茶饮。哦，那你就请伊进来。哎，老伯，请、啊。但愿往后莫记恨，永续古好，夫妻情。我来去兄弟。大伯，我姓刘，不姓王。原来是刘夫人，刘大嫂。大伯，不愧你是游山玩水之来吗？不是，我是兴趣小老做义母，从此之来呀。哦，你甲伊会熟吧？我是伊的，我是伊的亲戚啦。亲戚，但不知是什么亲，什么情呢？我是伊的表兄，伊是我的表小妹。表兄妹，那这是姨表，也是姑表嘞。姨表，姨表啊。这是姨表，来，请坐。请。唉，十多年啦，我找你找你，好苦啊。你可知影，伊为甚物要隐居山林么？听讲，伊家的丈夫未好，所以啊，离家出走啊。提起伊的丈夫，真是愤怒难平呐、啊。伊的丈夫到底怎样啦？你就听啦。看起来，那个丈夫大概是为了子孙后代呀。为了子孙后代，人人都为子孙后代，人人都为来生男孩，人人总会想吃青菜，这生男生女是天安排。去年我跟丈夫为两代，因为生男。是啊是啊，那个丈夫真心是太不该呀。是啊，真是不该哟。那你是伊什么人啊？我是伊结拜小妹，当然嘛要为伊出去。哦，但不知伊什么时阵才能回家呢？有时三两日，有时啊是十数日。哎呀，伊这样来去不定，到底是咧做什么呀？我嘛无问过。老伯啊，来，你吃子，我来去给你捧茶。多谢了。刘夫人啊，我看你努力的面貌啊，甲伊的姨母是十分的相干咯，是一模一样哦。那伊可是你亲生女儿呀？比亲生啊，还搁较亲哦。比亲生搁较亲，
比青蛇骨较深，丢丢啊！夫人呐、啊，我看你努力呀、啊，生做十分可爱，我想收为义女。我这来呀、啊，我这个祖传玉佩，只有送给伊吧。不可，不可啊！虽然我是伊的表母姑，伊是我的表外甥，亲生家亲，有何不可呢？像伊的义母啊，性情刚强，若是无伊答应啊，伊会受气。大伯，你若是无气焰小女，等待伊义母回来，阮思念以后，你再来觅你啊。这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暂时将玉佩留在此时，等待义母来回来，看了这个玉佩，就知影我就是伊的，就是伊的表兄。啊，阿母啊，咱呐就这只丫头送给老伯吧。啊好吧，好吧，那就上意。哎、欸，老伯，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又是上帝，又是上头。来来来，将玉佩收起来。哎、欸，等你，你。哎呀，刘夫人呐、啊，时间不早，我好要过时啦。大伯，你慢行。老伯，慢行。贵。大伯。贵心你。就那门口走过那个人是什么人啊？伊、哦、是你表兄。表兄？啊，我哪里来的表兄哩？怎样？你唔捌伊？唔捌。这姨母啊，拄只那位老伯讲要收我做义女嘞，这样是伊送给我做见面呢。你看，这玉佩。
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不用再戴口罩吗？疫苗免疫成功率不是100%，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，因此接种疫苗后还是应该继续佩戴口罩，特别是在公共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等。其他防护措施如手卫生、通风、保持社交距离等也需要继续保持。姐姐，我说过你要不回来，我不敢答应。不敢答应？你这不是已经收起来了吗？我姨母啊，咱们送伊一个丫头，伊啊送咱一个配也是应该。你这丫头领导鬼文字呢？你可知影，这是皇家的制药配。你小小年纪就偷人的保命，姨母完了的，真完了的，姨母。跪下！姨母，跪下！姨母，你是年轻，姨母放假了，你小你，你无情偷骂爱人的你，姨母放肆，那无好好待家事，后日必定。
你，你竟往凤城大路走去，将这块鸡肉皮摕去喊伊吧。是，喊你。是啊，你看，一头将要落山了，你让伊家己落山里去，你可以放心吗？哎呀，我哪会无想到，我竟将人离对倒来。哎，那你，那你，行车啊！行车！祖母，祖母，难道你真是主人吗？无，伊就是要台湾姊妹乡亲。行车啊！住口！地车已经死去了，今仔日你到这深山老林来，灭台好人，欲台好人呐！爹啊，十万年前我做暗算，错怪了你，今日向你悔罪啦！祖先之后再回乡，总算是归魂的亲，你定义救人做得对，我错把英雄当修理。心明，每中甲玉琴来修行，内心中平平是清水明。是啊，祖母啊！玉琴为啥叫祖母？行事啦，行事，在我三腿三叉，那个蒙面女侠哪里去了？伊稍等就回了。蒙面女侠，万岁师兄，迎你千岁来。将军，我早就讲过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的。既然知错改过，那就好了。进去啦。多谢啦。那你呀、啊，姨母，进来叫阿爹。阿爹，女儿，拜见爹爹。女儿呀、啊，
吕将军，伊是你的女儿，但是伊唔是你的亲生。此话再讲，你的亲生囝多出世就被人抱到王宫，当作亲王的长王子啦。我的兄弟出世就被人抱到王宫之去，请问我面如血，是王宫深如烟海，你应何知影这一清二楚呢？我你到底乃是何人呐？我就是被秦王抛弃的刁王后。王后，参见王后。进起来，进起来。谢王后。姚辉，你真心是何人？姚辉，我怎么会轻视你？我雷世忠，那不请姚辉的天师公主为上，誓不罢休。雷将军，王宫深如烟海，你对姚辉的仇，要怎样报？恨，要怎样算？你可想过了？请王后赐我一臂之力。雷将军，请你来共襄良策。请，请。你不知道，那日甲
那里土地是阮阿爹，威风凛凛，盖天下，也是当今的老王爷。你是王子，佮白老大，我是逍遥的小王爷。阮母被封老王后，当今皇帝是阮这爷，是阮这爷。嘿嘿嘿嘿，你若来嫁予我，啊，我算看卖啊。哈哈哈！算起来，你甲皇帝煞有亲情。看起来你是英华富贵命，直直比马比叫来相听，你无叫你对我当一行，呀，倒来。放手啦！本来呀，我也要去王宫找老爸。哎呀，伊老啊啦，我啦找我，我一定要找老爸。哎呀，伊都老啊，你找伊要创啥？我讲你啊，老王爷你。你真正是，我故叫予你坐，你嫌袂求情，敢慢惊到脚高兴呀？金银啊，若是无见着老王爷，人我呐是愿对你行的。你那心目中拢是迄个老王爷，拢无我这个少年王爷，看你要是上轿为何？我若是唔上轿哩，你若唔上轿，我用行的。你行手。我强抢，哼，不管啦，你是强抢也是强抢，我拢不怪你啦。你不怪你，我用强抛。哎，放手！哎呀，哎呦！是啊，人事不祥，所以才下雨紧啊！啊！李王子死在故里秋，老鬼去天包饭休，你是十万八里求，再提一步也难离。救人你要紧啊！救人你要紧啊！
阿姐，王兄啊，你可知你的国王算得真强，所谓何事啊？万岁，双调归贤，有何要事？前年国王下命根，了解疫情，已到了贵家疑难案，而且王兄真强上意啊！有何疑难之案？不讲官兵。杨秋苗哦，杨秋明武，你讲这你何烦恼呢？应该将杨出的，可是这关灵之主啊，官兵啊，明武是手怕死，你讲这又如何了见啦？三姐应该签名，可是关灵之主杨秋明武，四姐应该。将囝抢用太，莫负王冠，世家应该。要有为了团宗十代，多他人之主，莫抢亲生。你讲这又如何处理呀？真简单，要受精正不正，应该将囝献给别人，让因国家团圆。多谢青红，多谢青红，贵行青山，英杰蓝红。对前军，我的儿子高清是你亲生囝吗？唔敢冒称，有何变心？杜少我儿子乃是王强大总管，亲人有王后一路比玉琴。既然做错，你就将孝顺带回去，练骨招团圆吧。多谢青红啊！来宾，让子快来。来了。表弟啊！让子，万岁是你的皇叔父，青红正是你的亲生父王啊！快快上前参拜。是，参见万岁。平心，平心，谢万岁。拜见父王。干子，父王，夫子，夫子呀！王后，我想来是你的奴隶。红高
弱智。人儿啊，你难道有听甲风叫一声吗？千错万错，是我一人之错。我今日献万岁兵神，献你下跪啦！是呀，王后，你是王陵青红吧？是呀，母后啊，你是王陵红衣吧？王嫂啊，请听开过，若是唔听开过，讲我。也不易给上帝回宫了。先请做够落还易给，先请准记记事。不好，雷将军，快快请起。谢王后。不好啊，你快回宫。你呀，起来吧。哎。你也起来吧。多谢王后。雷将军一家在叫我好子，若是在，快快算钱。娘子，万岁有旨，众人进宫。娘子，参见万岁，听谢，谢万岁。小尊在，你可在？亲王不是你的亲生父亲吗？不可能呢，父王，这是怎样讲？王儿啊，我不是你的亲生父王，你的亲生爹娘，正是雷将军啊！父王，你骗我的！小尊，当年我哥哥为保我王后之位，你一出世。就被人抱到王宫，当作亲王的长王子啦！我唔相信，你若唔相信，你的右手上是唔是有一粒红的朱砂痣？我，
爹爹，孩子，母亲啊，爹啊，爹啊呀，将一批感动压入西楼，今日我王兴、王寿瑞将军两家团圆，恭喜宴终于全家，恭乐是一面庆贺，谢万岁。故事最后，王妃为家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，而王子甲公主嘛，皆展现了家己真实的心思。这场儿女风云嘛，着圆满落幕了。精彩好戏一部刷一部，明仔日又还有精彩好戏在等待咱的观众朋友。观众朋友会记明仔日上集的时间，又还是中午的12点，准时的来锁定的不会是关注，赶紧来看戏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仔日再会。